好是蛮重要的。那这次私下你平常私下的穿衣风格跟 DJ 的风格是不是会类似？那有一些相似吧，都是那种自然的，不羁的。那今天看秀的话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套？我很喜欢有一套就是很 oversize 的一件皮衣，军装皮衣。然后你记不记得你目前为止就是造型方面尺度比较最大的是哪个？造型方面尺度最大的，那可能是尺度最大可以等于露的最多吗？也不一定，就可能会它就是你觉得会很前卫或者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。那应该是背心啊，露的最多好像就是背心。那平时买衣服的话，是通过网购还是会去店里？都会，网购也会更多。平常健身的话，一周会有几次？有一个规律吗？其实每天都会有的，我不会专程跑去健身房，每天都会做一些什么类似像俯卧撑这些。那经过一年的话，你觉得去年的黄景瑜和今年的黄景瑜有什么样的变化和成长？去年可能自由一点，然后傻一点，今年可能人会稍微成熟一点，然后生活变得更充实一点。那在2017年，你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感受？比如说在演戏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？演戏方面的突破，或者说自己最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演戏方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演一些性格比较极端的呀，然后或者是一些精神分裂的呀这种奇怪的人。突破呢，我觉得2017年可能会有几部影视作品带给大家，然后我觉得我拍的新的影视作品每一部都是新的突破。快过年了，能不能给粉丝带来一些祝福？请发送一些祝福。快过年了，快过我们中国的春节了，然后我希望大家首先是过年好，然后希望春节能在家里开开心心的过，然后能放开吃也不长肉。谢谢。